是我们这趟旅程的第一个火车，从新西兰往新加坡。我们到机场了。有有。飞了五个多小时，上路了。飞机还在滑行，不过我们已经把网络给设置好了，所以就是你在试手币嘛，买那个 SIM 卡，然后我们是买20.90块马币，然后因为我之前有钱，估计也可以，然后就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东西，就把 SIM 卡放进去里面之后，其实login 了就可以用了，还蛮方便，所以就可以省下你等一下出去外面还要排队去柜台领 SIM 卡的时间。我们入境日本的，然后现在要去找一点午餐吃。是机场现在的状况。从机场的2楼走一个天桥，就可以到达那个火车的地方，换票的机台。因为我们在网上已经买了那个哈鲁卡的车票，所以我们刚刚就是去那个绿色的柜台换票，就给他 scan QR code 就 OK 了，然后要 scan 护照，然后顺利的赶上4:44的车。这一次的行程就是我们会先从大阪去到名古屋，然后我们会先去合掌村，还有去一个叫做七龙树的树场，然后来大阪。超级多东西吃，我觉得它有点像台北车站的地下街，然后好像大部分都是吃的啦，不过应该也是有卖生活用品。我们在排一间很有名的味噌猪排，看不懂菜单的时候，就是直接 Google 拍个照。这是换成上等排骨。我这边帮你翻译好。觉得他卖的杯子超可爱耶，还有比基尼，哦，还有俏巴玲。吃完了，然后。也是很多人在排队，那我觉得它的味噌酱真的很特别。So far 我还没有在别的地方吃过呢，我觉得可以来试试看。这炸薯条上面有加了一个米索酱，然后我刚又在点另外点了一个中杯的生啤，哇，真的超爽的，很有一种下班后来吃放松的感觉。被 New Balance 吸进来了，好像有稍微便宜一点点。大概8:30，那个商店街已经开始有店陆续关门了，所以我们就搭。地铁回去我们住的地方。听说很多人讲名古屋是日本最无聊的城市，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，因为街道真的非常的安静，行人也不多，好像也没什么夜生活。看到一个很可爱的炸鸡店，点西施，太棒了。眼前的这个好像是名古屋的地标 ，Access。大概从车站走过来，如果没有这样买东西的时间的话，5分钟左右。其实这个旅馆算是蛮大，只是不知道里面的房间长怎么样。耶，OK， 其实是蛮小的，可是感觉应有尽有。对，一眼看完的房间，转身就是洗手台，再转身就是门口，然后这边不确定这个是什么，感觉是浴那个厕所还有淋浴间，超小的。可是这边一个晚上的价钱大概是马币250，对吗？一个晚上，我觉得算是 OK 啦，因为日本本来住宿就很贵，寸土寸金，我觉得以地点跟。这个新的程度来讲的话，应该是蛮值得的。耶，来试吃刚刚买的这个炸鸡。哇，超大片哎，差不多我半个手掌那么大。OK， 海面超级多汁，像有给我们
睡衣，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，就是这种一套。哎，可以耶，还蛮贴心的。嗨，现在是第二天的早上，然后我们在去名古屋车站的路上。哦，超冷的，你会冷吗？超冷，不要叫我冻。这是日本标高最高的休息站。现在就是在老街的逛街时间。天哪，这个碗太可爱了吧，好想买回去哦。诶，可以买吗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好可爱的车。这边就是宫川昭市，它大概十一点半就会开始收摊，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就是这边。下面就是一条小河，漂亮吗？哦，好像有一只鱼掉队了。看，我买了一个这个 U 曲的耳环，好像会随着它的年龄越大，容颜色就变。这间店全部都是卖味噌，然后我们刚刚试喝这个，超好喝，就直接买起来。天啊，这个手指圈很欠买耶。这个就是老街草莓蛋糊，五平饼，超好吃的，甜甜的。是我们的，我刚吃一个，第一个有胶原的，然后里面油脂是很丰富的，一推它就是垮掉了。是刚刚的餐盘是可以吃掉的，那我觉得必须要来记录一下，就那个牛肉真的很好吃，超乎我的想象。是生肉，可是一点腥味都没有。嗯，然后油脂也是蛮丰富的，虽然可能没有到和牛这样丰富，但是整个吃起来就很顺口。这里的那个肉串380元一串，好像是目前看到最平价的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哦，很好吃的，很好吃。栗子冰淇淋，好吃啊！你完全没有看镜头。哦，很冷，好吃好吃，也很香哎。来日本一定要喝贩卖机里面的饮料，要这个。哪个？啊，烫手的。哦，很好喝，很温暖。有点点甜的，偏甜的，它其实是偏甜的味道。像 Data Ray 的味道。我们来到河长村了，这里真的是美到不像话。我们要去那个展望台，找到了他的那个立村的酒吧，不确定要怎么点，但是我们点的酒超香耶，我闻到那个米的味道。觉得如何？我觉得一开始你会以不习惯的话，你会被它的那个酒气给呛到，所以你喝的时候你要闭气喝，但是你喝下去过后，你就觉得你的胃很暖，但是它又不到很容易醉，像 whisky 一样，它就是让你身体很暖而已。我觉得我越喝越顺，因为我第一口喝的时候其实就被吓到，真的是，我以为主播会比较没有那么呛，可是它其实非常的呛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比较。干口的，其实它真的比较甜一点，然后你慢慢喝，因为它酒精会慢慢挥发嘛，真的是觉得整个胃超级温暖。醉意就还暂时还没有上来了，看一下等一下我还能不能够平安的走向那个瞭望台。这里是和田家的外面，超美的。我们在爬坡，然后风景真的很漂亮。
快要到顶了，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走上来，不管怎么样排还是比不过亲眼看到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喝醉的人现在有什么想法？你觉得刚刚的酒如何？我现在觉得，其实你知道日文有一个叫ヤバイ，我觉得非常的，现在是非常的ヤバイ，是非常的不妙。我非常的晕。我本来以为是一个 shot 杯，他给我们一个绿茶杯。不止绿茶，超大的。我们决定上雪地看看，可是很难上，我就会跌倒。哦，不行，太深了。Oh no， 好吧，算了，这个倒影超美的。嗨，如果你是这个雪人的主人，你的雪人上镜了。你看融雪的时候，好像下雨这样，那个水珠就会从屋顶上面滴下来。整天都在吃牛肉哎、欸。我的是哪一个？这是你的。谢谢。是600块的，这一串是1000块的，好，好像这里有差别。试试看。嗯，很软，很嫩。哦，然后它不会有什么筋啊什么的，然后调味也刚刚好，它是用、哦、这个、也是上面有点椒盐这样。可是我觉得早上那家炭烤比较好吃，嗯，这家比较肉的原味。嗯，拱雪的时候比较冷，如果太冷的话，可以跟我们一样去买酒喝，不要买太多。我们要回咯，拜拜。我们今天跟 K 录定的行程就告一段落了，现在就要回名古屋。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划算的，所以你自由行可以到高山市或者是鹤冈村，可是他就帮你省多时间，然后就在游览车上面，然后帮你安排好些行程。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影视那种小聚落的人，一定要过来。赞，去推。晚餐的话，我们是吃很有名的一个亲子洞，鸟开总本家。我们已经吃完了，其实然后觉得非常好吃。现在9点，每一家店都准时关门，所以看全部人都很有秩序的往那个出口走。其实只是随便逛到，然后哇、哦，你看这个 ，so fluffy， 什么日本的东西都可以，这样可爱。Oh my god， 你看这个，它的害羞，在远远的地方有一个 jazz band， 超酷哎，很想走过去，可是它在马路的另外一边，住宿就在那边。